喂，大家好啊！美國西岸時間2024年3月18日星期一上晝10點1000 AM，睇到個文章咧，就有個消息就話，琴日咧有個金門嗰邊咧有兩個釣友咧就失聯喎。咁佢金門嗰邊咧嗰度咧就揾唔到佢，金門啊，台灣金門嗰邊揾唔到。咁於是咧就向中國咧福建省呢邊咧就求救。就通知佢話有依單咁嘅嘢，有兩個金門釣友咧就失聯。哇！咁樣咧，我哋福建呢邊咧就哇即刻打攞咁揾佢啦。咁啊，原來發現咧，原來依兩個釣友咧就有啲漁民咧喺泉州，福建泉州就已經見到佢啦，就救咗佢。咁救咗嘅時候都係 OK 嘅，佢哋呢兩個釣友。咁然後咧就福建就海警咧應該就砰砰聲就通知金門台灣金門嗰邊咧就話我哋揾到啦，然後咧就安排咗咧就交收。咁咧哇喺咁啊即刻通知佢呢兩個釣友啲家人，哇啲家人聽到係嘛放心曬，欣喜若狂。當然佢好感激呢個福建嘅海警啦，同埋泉州嗰啲居民啦，係咪先？係嘛？咁咧就你比較翻上一次嗰單慘劇係嘛？214咁咧就有兩個漁民咧就不幸係嘛？不幸去咗見咧海龍王。咁當然希望佢哋做海龍王嘅女婿咧，就享受榮華富貴啦喺海底。咁就。嗱喺依單嘢嘅運作當中咧，就反映咗咧，你兩岸大家互相合作咧，就對於拯救人類嘅生命係好重要，係嘛？去解決啲事情咧，就係事半功倍，唔係事半功倍係啦，冇錯，事半功倍，係咪？咁啊，王毅外交部長曾經講過咧，我哋中國內地咧，終於有一日同台灣省嘅市民咧，嚟一張大合照，大團圓。OK， 呢個為期不遠，我估。